尝尝生呛小白虾。吸不出来，壳都吃了。我原来吃过生呛大虾，吃不太惯，感觉在嚼肥肉一样。好，我先试试这个小白虾吧。说实话也有点吃不惯，壳都吃了。我们这不是海边，没怎么吃过生的海鲜。看别人吃挺馋，这个口感软个囊的，东北话是软个囊的。拌的这个味儿还行，主要就是有点接受不了这个虾的口感。你们爱吃生的吗？就这样吧，拜拜。